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欢迎大家参加今日嘅主日崇拜。喺圣经里边佢咁讲：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现在就让我哋大家一起用诗歌嚟敬拜赞美我哋呢位三位一体独一嘅真神。诗人话：众城门啊！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高举，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是荣耀的王。让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王。神，你极伟大，万有都归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贵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让我颂赞你。神，你极伟大，万有都归你。你是王，尊贵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让我颂赞你。天父，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你是创造万物的神，你主宰一切，你掌管万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继续称颂我们的尊贵的主、永活的王。神，你极伟大，万有都归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贵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让我颂赞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贵主，我敬仰，屈膝你前，让我颂赞你。屈膝你前，让我颂赞你。圣经里面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无私及牺牲的大爱，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及颂赞。在世间万有中，哪会有仿似耶稣？我愿颂扬，竭力颂扬，主爱是奇妙何等。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稳庇护所，我若自由，一息尚存，也要定义敬拜。
爱你，献上颂赞，要呐喊，要颂扬，各处颂赞，众神欢呼拍掌，遍野万里也和应叫扬，与众海呼喊，传扬神主。若和唱要述说你创造，愿永爱着你，我这心不变更，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在世间漫游中，哪会有仿似耶稣？我愿颂扬，竭力颂扬，主爱是奇妙浩大，是我主，是救主，作我安稳庇护所，我若自由一息相处，也要定义敬拜你，献上颂赞，要呐喊，要颂扬，各处颂赞，众神欢呼拍掌，遍野万里也和应叫扬，与众海呼喊，传扬神主，跳跃和唱，要述说你创造，愿永爱着你，我这心不变更，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献上颂赞，要呐喊，要颂扬，各处颂赞，众神欢呼拍掌，遍野万里也和应叫扬，与众海呼喊，传扬神主，跳跃和唱，要述说你创造，愿永爱着你，我这心不变更，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这世上永再没有别人像你。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中，我们可能感觉到无助、恐惧及孤单，但是圣经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他都成为我们的拯救。就让我们一起来唱以下这首诗歌，谁曾应许。谁还以爱驱走心里惧怕？
天路，那巨浪涛卷荡着漩涡。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赞颂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有永信光寒，随你意外不依靠别个。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昼夜倦游，连头发也数过。谁还以爱驱走心里惧怕牵绊，那巨浪涛卷动着漩涡。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赞颂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有永生江河，随你意外不依靠别个。因你是我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赞颂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有永生江河，随你意外不依靠别个。神，你竟这般顾念我。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对你的颂赞和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的高台、避难所和倚靠。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主耶稣，因为你的大爱，你道成肉身，舍身十架，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使到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得着真正的自由。感谢你无私牺牲的大爱，心愿万膝向你跪拜，万口皆承认你是主。感谢天父，你有无限的恩慈，让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天父，我们为新冠病毒疫情向神你祈祷，我们为澳洲得到初步的成果献上感谢。你给予澳洲联邦及省政府有同心、果断及能力推出各样的防御措施，减低疫症的传播，亦让国民能够同心合力执行政府各样的措施，使到新增确诊的数字可以逐步得到控制。求神继续保守政府和国民在对抗疫情这个战役中不要松懈，继续做好各项的卫生保障。求神又让科研人员能早日研制出有效的疫苗，使到我们的健康得到保障，可以战胜这个疫症。天父，我们又为疫情中受到感染的国民祈祷，求神你让他们得到有效的治疗，身体可以早日康复，又求你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天父，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世界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有很多企业公司倒闭，人民丧失工作，经济步入衰退。求神你怜悯，让政府各项的刺激经济措施有效满足企业和个人的经济需求，带领我们可以顺利度过逆境，并使经济逐步的复苏。天父，我们为教会的教牧同工向神你祈祷，在疫情中，求神你给他们及家人有健康的身体，不受病毒的感染，同时也都叫他们有聪明、智慧，按照弟兄姊妹的需要，作出属灵上面的带领和牧养。求圣灵多作引导，叫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更多经历你的恩典，与你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信心得到坚固，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试探、恐惧及忧虑，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又使到弟兄姊妹的关系不会因为目前的社交隔离受影响，让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及扶持，并且同心服侍教会，服侍你，为你作美好的见证。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高抹王牧师，叫他能够清楚地释放你的话语教导，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爱你及追随你。天父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到你面前的人你总不会丢弃，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赞美和感谢。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今日王伟佳牧师会为我们证道，题目是神给他选民的考验，经文是取自士师记三章一至十一节，现在由弟兄为大家诵读。士师记三章一至十一节，耶和华留下这些国家，为要考验所有未曾经历迦南任何战役的以色列人，只是为了要以色列人的后代认识战争，教导他们，尤其那些未曾认识这些事的人。留下的有非利士的五个领袖，所有的迦南人、西顿人，以及从巴力克门山到哈马口住黎巴嫩山的希美人，他们是为了要考验以色列，好知道他们是否肯听从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命令。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明。第七节，以色列人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把他们交给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就是加勒的弟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他出去征战，耶和华将阿兰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的手战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这地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我们请王牧师。弟兄姊妹早晨，感谢我们的上帝，虽然疫情阻隔了我们可以 physically 面对面这样一起去敬拜，但我们透过网络，我们一样是可以一起去到
敬拜我们的神。相比起我们平时的敬拜，我们在网络上面走在一起是多了很多的挑战的。最重要就是 很多东西是容易让我们去到分神的。我们要加倍的努力去预备的。其中呢，可以让我们早一点预备的时间，当我们知道9:09我们可以开始去参与敬拜的时候，我们预早一点安坐在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的默祷去预备自己的心，希望我们可以专注这样去到敬拜上帝。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祈祷，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多谢你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多谢你是掌管万有，你是创始成终，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也都多谢你赐我们圣灵，给我们有安慰，也都给我们可以有亮光。我们天父，我们祈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去明白我们今天所要去到学的你的话语，求你施恩怜悯，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来自士师记的，我们接续下来都一段的礼拜里面，除了有些去回应疫情那个的特别的题目之外，我们都会是讲士师记的。士师记其实就是在旧约第七卷的书，就是接住下来是之前是约书亚记的。我们看回约书亚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在立国的时候，刚刚开始立国的时候，跨过约旦河占领迦南地，而这个迦南地呢，是上帝一早应许了在亚伯拉罕的了，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应许了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所以约书亚记呢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战争怎样去到占领这个迦南地方，另一部分呢就是分地，怎样将占领了的地或者将会占领的地分给十二个的支派但是约书亚记那个时代里面大约横跨超过20年，但是他们遗留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给他们的子孙的，就是以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没有成功地去战败所有的迦南地各族人，以致留下了一些迦南不同的支派不同的族的人的时候，是腐化同化着移民了和占领了的以色列人。当我们去到看回，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但他们如果被其他民族被其他的文化同化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担当承担起去服侍神见证神这个的独一的一个的全世界独一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在旧约里面。而士师记呢就是跟着下来承接回约书亚那个的历史的，如果我们看回以色列人那个的历史，他承接约书亚记是记载以色列立国都是很初期的一个的国家初期的历史里面，他们怎样被迦南人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的败坏的道德去同化以色列人。我们去看回士师记里面有很多的士师，有些就一笔略过的，有些就记载得比较详细一点，其中主要就有六个的士师就记载了初期的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叫做士师时代的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在一个的循环里面就他们离弃神犯罪，他们在那个被人逼迫被外族逼迫的时候压迫的时候，他们很辛苦，他们去呼求上帝那个的拯救，于是上帝兴起士师
去到幫他們。所以呢，士師就是上帝興起的人去拯救以色列人。那我們就看回我們今天探索的經文，就是在士師記三章一到十一節。那其中我們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的，其實三章一至六節裡面都是屬於士師記之前的一個的概論的部分，而七至十一節裡面就是講緊第一個的士師的事蹟和他的開始。那我們再看下去，耶和華留下這些國家是為了要考驗所有未曾經歷迦南任何戰役的以色列人。第二節，只是為了要以色列人的後代認識戰爭，教導他們，尤其是那些未曾認識這些事的人。所以留下了什麼人呢？就留下了有非利士的五個的領袖，所有的迦南人、西頓人，以及從巴力克門山到哈馬口住黎巴嫩山的希未人。他們是為了要考驗以色列，要知道他們在這個考驗當中是否肯聽從耶和華藉摩西吩咐他們列祖的命令。以色列人就住在這些人當中，就是有南人、黑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中間。第六節是很重要的一節的經文，提出他們其實他們在這個的考驗當中他們是失敗的。第六節說，娶他們的女兒，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並侍奉他們的神靈。我們看回第一個的部分，其實耶和華考驗他的子民，首先我們看看以色列人面對什麼的考驗呢？那我們再反思回、反省回，我們今天在澳洲我們又面對什麼的考驗呢？那我們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考验，就是被迦南人同化。在被迦南人同化的时候，他们的首先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和迦南人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接壤。当很多身处他们的环境的时候，就很难避免会被他们去到同化的。特别是呢，我们看回之前那个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在第五节里面呢讲到说，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黑人、亚摩利人和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中间，即是以色列人住在这些在仍然未打败他们的迦南人在当中。住在他们那里就很难避免有很多的交往，在很多的交往当中呢，就很难呢避免呢被他们去影响的。其中第六节里面呢有提到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娶他们、就是、当地人迦南人的女儿，也都将自己的女儿呢嫁给他们的儿子。所以在第六節的頭一部分裏面提到，就是他們在通婚上面呢是已經慢慢被迦南人同化。為什麼以色列人要這麼防範，或者上帝要求他的子民呢要防範去被其他的人去同化呢？因為以色列人他有一個有獨特的身份，他們是屬於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選民，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使命，要宣扬上帝那个的、就是、作为。我们如果同化了之后呢，他就没有了这个独特性，他就做不到这个角色，所以就是很至关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回通婚呢，不是一时一刻呢就是可以影响整个的社会。是通婚通常讲可能是一代两代或者三代人一路的影响之下呢，慢慢那个的民族之后呢，那个原本有那个的界线就模糊化了的了。所以呢有很有象征意义的一样东西，就是看看有没有通婚。如果是通婚的时候，就很难避免呢是会即防范那个的同化的。不是你同化我，只是我同化你。那往往都
唔会一面倒同化，系彼此同化。彼此同化，其实作为以色列人，作为上帝嘅选民里边，其实佢哋已经系蚀底咗，佢哋已经系咧，唔可以担到上帝选民嗰个嘅角色。咁啊，同样经文里边有提到咧，第六节嘅后半段，佢话并侍奉他们嘅神明。咁所以喺宗教上边咧，喺个道德上边咧，都各方面里边住埋一齐，咁就被同化咗噶啦吓。咁所以以色列人佢哋系面对呢个嘅同化。咁我哋要再睇，如果我哋今日澳洲，我哋又面对啲乜嘢嘅考验咧？其实可能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我哋睇得到，如果你移民咗嚟超过廿几年，你见得到基督教喺过去廿几年里边咧，系一路嘅去即系走下坡嘅。咁啊，整个嘅社会里边咧，系一路一路慢慢系一个有一个进程紧咧，有一即系有一股可能睇唔到嘅力量喺度，见得到咧，系去基督教化嘅。咁啊，其中呢一个嘅唔单止系澳洲自己自发嘅一样嘢，而有啲嘢系全球性嘅，例如话呢一个同性婚姻啦，另外就系好多嘅而家澳洲都要自己立法去保护宗教系咪受到歧视啊？咁就因为又见到呢个嘅危机咧，我哋先至要做呢样嘢。咁我哋睇翻，我哋今日咧，要知道，其实我哋系面对紧一个去基督教化嘅一个社会，而澳洲喺第嗰个嘅立一个防止宗教歧视嘅一个嘅新嘅法案里边咧，而家第二个草稿咧就已经出现咗嘅，咁啊几时俾正式嘅俾个？国会去到讨论之后去立法咧，咁因为而家嘅疫情影响嘅时候咧，系好多嘢都系向后褪咗嘅。咁但系弟兄姊妹仍然要留意呢样嘢，所以咧你祈祷当中咧，你去到献上你一个嘅祈祷守望，求神有怜悯呢一个澳洲呢个国家，系可以保护我哋嘅即系宗教。咁另外就係我哋今日嘅社會裏面面對嘅考驗係乜嘢咧？係越嚟越世俗化，越嚟越物質化。好多嘅基督徒好難避免咧，我哋用咗非基督徒裏面嗰種追求咧物質嘅享受，同埋好似好追求冇枷鎖嘅。嗰、那個嘅自由啊，所以我哋係面對緊呢啲嘅考驗嚇。另外就係我哋亦都係咧要面對一個作為基督徒將信仰同埋我哋嘅敬虔咧嘅榜樣傳承俾我哋下一代。如果呢個夫婦喺你嘅家庭裏邊咧，係要擺喺一個好重要嘅 top priority。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先次序里面。我们要达到这个的目标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年少的小孩子，你趁他们还小的时候，你去预备他们，去将信仰传给他们，重视不单止他学可能十八般武艺，学很多的兴趣班，但是你一定要在一个的教会生活，或者是在那个的圣经的价值的那个的教导里面，你去到去帮助他，去传承给他。但最重要的传承呢，不是个口讲，是你的身以身作则和你的口讲呢，是有个的协调在这里。如果弟兄姊妹你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你可能现在面对的帮手凑孙的，其实你都可以有这个的负担，有这个的使命，是你将你的信仰呢是隔代继续传下去，帮你的仔或者你的女他们去将基督教的信仰传给你的孙。是一个很
即係好蒙福嘅一樣嘢。亦都係咧，我哋即係可以祝福到我哋嘅後代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使命，或者係一個嘅 privilege 嚇。另外就係、趁我哋嘅下一代仲係細嘅時候咧，多啲為佢哋嘅婚姻去到祈禱。為佢哋嘅婚姻咧，可以將來佢哋嘅伴侶咧都係基督徒。以至係只從細嘅時候為佢哋引導佢哋嗰個嘅價值觀，以至佢哋當長大嘅時候，佢哋就唔會咧隨波逐流，被呢個社會去同化。當然教會嘅教導，當佢一路去到去到中學嘅時候，喺中學嘅團契、中學嘅查經、翻教會嘅崇拜等等嗰啲都係好重要嚇。我哋再睇翻。人的关注和神的关注有什么不同呢？很多时候我们留意到人往往是关注我们面前眼前的事来的。我们一见到眼前 有危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这个已经是令到我们很多的压力、啊、很多的情绪、啊我因為我哋人嘅限制，我哋未必睇得好長遠。我哋冇呢一個即係一個可以睇即係十年、廿年、三十年嗰種嘅眼光。但係我哋要了解人，呢個係我哋嘅人性嘅限制，我哋嘅能力嘅限制。但係神佢關注嘅嘢咧，未必淨係眼前。佢可以關注我哋眼前，所以我哋有時啲好短期嘅眼前嘅啲嘅需要咧，佢都可以體諒到我哋，去到供應我哋，幫助我哋，聽我哋嘅祈禱。但亦都上帝往往亦都佢睇到嘅嘢嘅時候咧，佢千年如一日，佢睇可能一代一代嘅眼光去睇，唔係淨係眼前嘅。舉例，究竟今次嘅疫情裏邊，上帝有啲乜嘢嘅计划咧？我哋真系未必好知道神，但我哋基本上无论系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我哋都基本上系想呢个嘅疫情快快地过咗去。我哋或者根本唔想个疫情出现喺呢、這个曾经出现过嘅。呢、這个我哋个人嘅限制，但究竟上帝？他有没有一些东西透过这个疫情，虽然疫情不一定是他搞起的，但是肯定的就是他是允许出现，如果上帝不允许出现的东西是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上帝有没有什么计划在他的一代两代很长远的计划当中呢？我们未必知道。但我们就按住我们需要，我哋自己、我哋身边嘅人、我哋嘅社会，有人患病，有人因为失去工作，甚至有人因为失去咗健康、失去咗生命。我哋唔想出现呢样嘢，我哋需要祈求神嘅怜悯，但亦都我哋要留翻个空间，唔知神有啲乜嘢嘅计划。所以神嘅关注系好唔同。睇翻士师记里边，上帝好重视佢哋以色列人唔好同外族人通婚，因为系以一代、两代、三代嘅眼光去到睇对整个嘅嘢以色列人嘅影响。因为通婚咗两代、三代之后咧，有啲嘢一去不复返，翻唔到转头噶啦，已经系要好大嘅动作咧，先至去令到啲人嘅警醒、警觉。咁我哋再睇第七节里边《士师记》，我哋一齐读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忘记耶和华他们嘅神，去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所以耶和华嘅怒气向以色列发作，把他们交俾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山利撒田嘅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拯救者嚟救他们，就是加勒的弟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
我哋睇留意翻啦，嗱，分翻个颜色啦，先红色就系首先以色列人犯罪，佢哋叛逆上帝，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朱巴力同阿舍拉都系一个当时好流行嘅一啲嘅偶像啊，呢个神祇。黄色嘅字里边咧提到就系，因为佢哋犯罪嘅时候，上帝发怒，就上帝将佢哋交俾喺外敌嘅手中，以色列人就系一个嘅因此受苦吓，所以被压迫咗八年啊。咁啊，绿色嘅字，当以色列人受苦当中嘅时候咧，就系呼求耶和华啊。咁啊，蓝色嘅字睇到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嘅拯救者，嗰位就系士师嚟嘅。咁啊，士师主要就系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军事领袖，去到对抗外敌的。这个士师就是俄陀列。我们再看，所以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列身上，赐他能力，帮助他去到战胜当时压迫以色列人的外敌，就是古山利撒帖。最后的结果就是紫色字里面第十一节，他说于是这地太平四十年。我们留意回他有一个的pattern 的，有一个的在一个循环当中，见俄陀列是第一个的士师。他们开头通常开始就是他们犯罪，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行恶拜偶像，于是乎以色列就是耶和华就向以色列发怒，将他们交在外敌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在苦难当中向耶和华呼求。之后接着下来呢，第四节神兴起一个拯救者，一个的士师帮助他们。他们打败了外敌的时候，他们就有一段时间享受太平。俄陀列这个例子呢，第一个士师他们就享受太平四十年。直至到这个的士师，这个的军事领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新的循环开始。我们看回这个图里面呢，是犯罪离弃神，压迫被压迫下，之后受苦当中悔改呼求上帝，之后上帝兴起士师去救他们，他们就享受一段长时间的和平。这个就是士师的一个的历史的循环，而这个的循环呢是每况愈下的循环，就好像一个spiral 的，就是一个 downward 的 spiral， 一个向下的循环，越来越差的。所以第一个士师呢，俄陀列呢，他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士师，因为之后跟着下来的士师呢都有他们的性格的弱点，一路一路的出现呢，是越来越差的。去到最差的那个就是参孙了，是最后那个的士师。在士师记里面最后一个的士师。我们去到呢看回。当然约书亚参孙之后里面呢是记载着社会上面那个败坏的，就不是记载士师，是记载整个的社会里面举了这个例子的败坏里面。我们看回，我们说相信神可以拯救，去听当时受苦中的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去到祈求去呼求，所以我们也都相信呢，同一个的上帝是几千年前的上帝同样这个上帝没变到，当时听他的子民的呼求，今天上帝都会听我们的受苦当中的呼求。所以相信昔日的神掌管以色列和他周边民族邦国的历史，也都应该相信今天神是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同埋歷史嘅走勢。我哋要有一個咁樣嘅確信，我哋相信我哋嘅上帝咧係掌管一切。既然我哋認相信佢係掌管一切，
而有啲嘢未如我哋嘅人意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调翻转咧，去相信，梗系有上帝一个嘅心意喺度，但系我哋未必明白。啊，咁呢个要同我哋信得过上帝，唔系信得过我哋自己，系信得过我哋嘅上帝，佢系掌管紧人类历史。我哋见得到。有人受苦，或者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需要，身边的人需要，我们去向他去祈祷，我们去依靠他，他会安慰我们，他会帮助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作世上的盐和光，做好自己的本分。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同翻之前嗰個嘅啱啱提到，就是、我哋嘅社會係一個去基督教化嘅一個嘅社會，我哋面對一個咁樣嘅進程喺度，一個咁樣嘅走勢嚇。咁、我哋點樣做好自己作鹽作光，做好自己嘅本分咧嚇？咁啊，起碼我哋做好自己嘅本分。有啲嘢咧係要好多人做咧，嗰、那個效果咧。先至係見得到嘅，即係舉例咧，係喺一個防疫嘅要求當中咧，係要好多人一齊參與一個 social distancing 咧，社交嘅疏離，唔係少量嘅人做得到咧，咁嗰個國家嗰、那個社會防疫就 OK 嘅。啊，正正呢一個嘅例子去話俾我哋知道咧，係要。聚沙成塔，即系集腋成裘，即系众志成城一个咁样嘅，好多人参与咧。虽然每个人参与好似好微小，但系其实加加埋埋咧就好有意义。基督徒喺澳洲定期翻教会嘅可能会大约10%。有好多未必有翻教会嘅。但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可能那里有几成人。我们做好自己，很多人都做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都为到整我们的社会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不是人认为正的事，而是神认为正的事。另外就是我们留意翻咧，喺嗰个嘅圣经里边记载，无论是嗰个嘅饥荒啦，或者是即系降雨嘅问题啦，或者是咧个瘟疫嘅问题啦。等等嗰啲咧，呢啲都可以成為咧上帝去考驗佢子民嘅一啲嘅工具嚟嘅。但係亦都唔係話所有我哋每一次見得到咧有嗰個嘅干旱，或者每一次見到有瘟疫，就認定咧呢個就係上帝去到咧審判人。有些事我们真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呢是可以掌管好，做好他的角色，就是维系这个社会，他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但我们也都见得到我们的社会呢是有很多的事呢是离开了神看为正的事，很多的堕胎，很多的离婚，好多嘅即系假嘢，好多嘅物质自私等等嘅嘢咧，整个嘅社会里边，系同上帝嗰个嘅即系道德嘅要求，同上帝心目中佢眼中看为正嘅事咧，系越嚟越远啊！记得，咁我哋需要去。多啲嘅祈禱去守望下，咁啊喺個疫情當中咧，我哋亦都去到需要祈禱，仰望等候神，
兴起他的仆人去解决这个危难。如果我们相信当时三千几年前以色列人他们在士师时代里面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祈求呼求上帝的拯救，上帝最后拯救了他们。那我们今天面对不单止澳洲，是全球全人类都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祈求神有怜悯在这个地方，在澳洲世界各地，我们等候上帝他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就会兴起一些人去解决这个危难。在这个士师记的故事里面，虽然里面记载那些士师他们的初期以色列国的历史是每况愈下，但也都是给我们一个的即是警惕，我们是要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不光彩的历史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到在当中怎样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去多谢你，求你去恩待我们，让我们是有从你而来的即是眼光，去到呢认定你是掌管历史一切，我们是相信你是明白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在你面前的呼求，我们祈求你有恩典去给我们快点找得到疫情的一些的即特效药，或者是研发到一些疫苗，也都求你给澳洲那个的防疫的即的政策和一些的措施呢是即有效。我们感谢你看到即受影响受感染的人一路的减少，求你继续的恩待以至越来越少的。多谢你，求你也都帮助我们基督徒在当中，不单止我们 ND 教会，也都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在疫情当中呢，他们和你的关系，他们教会的生活在受这些的影响当中呢，是可以有从你而来的恩典帮助，是可以度过的。求你怜悯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唱以下这首诗歌，以爱还爱作为我们对今天讲道的回应。赐下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会再惊慌，为你奔走飘远方，那惧怕奔波在你身旁，竟为我担当，让我罪里得释放。凡失丧的、呼喊的，你都亲手抚摸，让不朽的、温暖的真爱，疗治痛楚。主，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覆盖这地，众唱和神啊，歌声全为你起，荣耀众真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主，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覆盖这地，众唱和散啊，歌声全为你起，荣耀众真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Thank you.
兄姊妹，详细的报告事项呢，大家可以睇翻 e-bulletin 里边讲嘅吓。咁啊，但我都想特别提一啲出嚟咧，让我哋印象更加深刻。咁但系就系咧，我哋粤语崇拜或者国语崇拜都系9:09开始，睇英文崇拜咧，佢哋系11:30嘅。咁啊，11:30咧，大约唱歌大约10分钟嗰段时间咧，佢哋好欢迎家长陪同小朋友，小学生或以下嘅，平时系翻 KFC 嘅，家长陪同佢哋一齐参与嗰段时间。啊，里边有唱歌啊，唱英文嘅歌，同埋一啲嘅children talk。咁另外就系、KFC 咧会事先咧会寄一啲嘅手工纸啊，或者系啲需要做嘅嘢嘅一个嘅 worksheet。咁啊，如果家長你收到嘅時候咧，可以印出嚟啦，可以俾啲小朋友做啦，等佢哋去參與得更加嘅投入。如果你未收到咧，你可以電郵俾KFC 嘅 committee， 等佢哋咧加你嘅 email 嘅電郵，以至你可以下次會收到嚇。咁另外啱啱我講到裡面有提到咧，就係點樣去幫助我哋嘅下一代嘅信仰傳承咧？咁其實嗰大約嘅10分鐘咧，一個禮拜一次。其实是很短的时间，但其实很值得花，很值得投资的去陪伴他们，等他们知道呢，身体力行这样你是很重视这件事，你是陪他在教会生活里面帮助他们去亲近神，去认识神。这个第一点，呼吁有小朋友的家长。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原本安排了5月初的 AGM 周年大会，教会的 AGM 呢，咁因为疫情的关系，咁我哋就会延期嘅。新安排呢就有待通知啦。咁唔单止教会啦，好多其他唔同嘅机构公司呢，佢哋都头痛紧开 AGM 嘅问题。咁我哋会慢慢去諗呢个新嘅安排。咁弟兄姊妹祈祷里面纪念。咁另外就係、是、幾位嘅教牧咧，同埋實習學生啊 ，Carissa 咧，喺國語崇拜嗰邊、國語堂嗰邊啊，都安排緊一個禮拜一次嘅查經嘅。咁如果弟兄姊妹你係有興趣咧，咁無論係 David 牧師啦、Timothy 牧師啦，或者我咧，你去聯絡我哋啊，咁我哋嘅手機號碼你bulletin 裏邊都有噶啦嚇。咁話俾我哋知你有興趣咁樣啊。咁好，報告咧就到呢度，我哋一齊憑信心领受神的赐福，同埋咧有差遣的祈祷。我哋天父，我哋多谢你帮助我哋，让我哋网上的敬拜去亲近你、敬拜你，亦都求你帮助我哋今日所领受的道，我哋可以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去实践出嚟。又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与我哋同在，俾我哋有从呢嚟嘅平安。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默祷之后，今天的崇拜结束。